去 Food Hunter Setia Alam 找美食。我到了 Setia Alam 的 Food Hunter， 我们到了 Food Hunter 一样。我们坐这辆 Grab 来 Food Hunter 找美食，到了。这个就是 Setia Alam 的 Food Hunter， 这里很多好吃的东西啊。这里就是 Setia Alam 的 Food Hunter Center。 我的老板就坐在前面了，我的老板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我的老板，看到我的大老板啊，请我们喝酒。哇，这里好多东西吃啊。还有楼上的哦，好料啊！我们就坐在这边找美食，这个环境很爽啊。这边的东西不便宜啊。用户都不便宜，到处请客了，喝酒了。我刚刚订的少了一份。老板请喝酒啊，爽啊！这里很多美食啊，想要吃的都有啊。上炒粿条好料的，老板请喝酒。谢谢老板请喝酒啊。全部涨价了咯，22块。第一次跑啊，生意很好啊。这里酒啊，吃了什么？一次太多什么？这里的酒便宜啊，三瓶才46块。几单减、哦、我这个是好热的，不多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，生意很好啊，人很多。喝酒，你帮我开几张位置啊，吃饱喽回酒店。